自己从小就从艺术的这样子的环境长大，所以跟酷的话我就会画画了。到国外就去 MV 看看画了。你觉得马来西亚这方面多吗？就是有让你看到艺术的那种空间多吗？暂时是比较少，不过算非常难得了。沙沙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一个小渔村哦，有这样的地方，艺术展是非常难得，非常。那你这样子看啊，你给让你什么感觉吗？来到这边，那找来看这种艺术品，而且心情非常好。那你会不会说期望啊？可能这种艺术品啊，就是会长久的摆在这边，还是你觉得看过就算了？我觉得能够的话，长久放在这边，而且我们沙沙兰这样的小地方哦，如果有这样子特别的一个 attraction 啊，这样吸引力的地方，我觉得会更好。Thank you。谢谢这么大，来点。啊，行出嚟，知道唔得？我挂啦，我哋一路我挂。咁、你睇住我哋得，你稍微。先呢部咧，咁你睇住我，我問你問題，咁你就答咯。Okay. 你答到好唔好冇所謂，可以直接噶嘛。啊，所以你咁樣啦。你得唔得講下你喺邊度過嚟噶？點解會嚟到呢個地方？應該係好過嚟嘅，咁樣咧就喺網上咧就係一個朋友嘅介紹之下講話，仲有一個展覽啊 show 就好值得過嚟睇，所以就過咗嚟。咁你嚟到之後，你覺得點啊？個感覺係咩？好特別咯。首先，其實我經過大陸嘅時候咧，我已經見到咗呢樣嘢，好似其實都係得外國正會見到啊，但係。好奇怪嘅就係喺一個新村都會見得到咯，啊開頭嘅時候，但係入到嚟呢度都發覺，哇！真係其實好似離開一個外國嗰個地方，但係出邊嘅呢個環境之下都係好本土化嘅咯，所以好特別咯。你見人見人，你自己本身係咪中意啊藝術啊，中意呢啲我係中意攝影嘅，所以對於呢樣攝影嘅嗰種。我覺得其實是很大的對比咯，喺一個新村裏邊有咁藝術的一個展覽。咁你會點樣你覺得呢啲藝術品啊，因為會唔會長期擺喺呢度會好啲啊？定係會啊，會好啲，因為其實我嚟到我覺得我係遲咗嚟咯，或者夜晚又會有唔同嘅景色啊，而家晏晝又會有唔同嘅感覺，所以其實如果能夠長年擺喺度咧。整個我覺得整個馬來西亞的喜歡呢些藝術的人都會受益咯。就算不喜歡藝術的人，其實都可以受益，都可以去欣賞到咯。你認為藝術其實是怎樣的一樣嘢啊？佢係只屬於藝術家同埋中意藝術的朋友，抑或是佢有？藝術呢樣嘢係唔屬於藝術家咯，因為其實是一種去每一個人對美的一種欣賞咯，每一個人對美的一種睇法咯。佢係每一個人嘅感覺感受都係唔一樣嘅，對美嘅嗰種審美觀啊，我覺得係藝術係對美嘅一種啟發咯。我知道嘅話係呢啲藝術品唔單止係藝術家佢哋創造，更多係嗰啲村民佢哋自己用手整嘅喎。係喎，我都聽到咁嘅一個報導啦，係村民大家係好熱心，好團結嘅去。將整個咁嘅一個鄉村嘅地方去美化到變成咁嘅一個我覺得係好好嘅一件事咯，其實咁你睇到呢啲嘅嗰啲 artwork 啊，其實好多都係你有冇覺得佢哋嘅材料好多都係本土化點啊？係啊，佢係攞啲磚頭啊，又或者係一啲船啊唔愛咗嘅嘢啊嚟做一個咁嘅藝術品，一個藝術嘅一個創作一個。都好特別咗，由佢嘅開頭嗰個圍巴已經係嗰啲唔愛嘅木啊，啲可以其實好似一個廢物利用又好，或者係點樣都好，係好有新意嘅一樣嘢咯，係唔會話好似我哋城市嘅一個地方係攞水泥去建築成嘅，而呢個係一個唔愛嘅嘢之後，我哋攞去再創造出嚟咯，係一個藝術品。咁你對我哋嘅國家店嗰啲有咩嗰啲呼籲啊？即係講即係個民眾，你覺得你係中意藝術嘅，但係可能國家唔係好注重呢一塊，咁你會唔會想講啲咩？我覺得其實國家方面係要真係好好嘅去保留，唔單止係藝術嘅一啲地方咯，其實一啲好靚嘅風景或者一啲好靚嘅地方，都係好需要去保留或者去保護嘅咯。因為其實真係會見到好大程度嘅破壞啊！如果發現咗一啲美嘅地方嘅話，就會俾人去破壞。所以我覺得政府係
希望就係能夠在呢方面作出很大的一種努力，就是保護呢啲歷史嘅美嘅地方。這個其實真的很希望，因為今天我來的時間是比較夜晚就要走了，我可能看不到夜晚去有燈的那一刻，所以其實可以，如果他們能夠長年累月都是在這裡去展覽的話，那是非常好。